同学大家好，我是陈淑段老师。今天我们要为同学介绍的是第十七讲财务舞弊及会计师的查核报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有以下的四点。第一个呢，要认识财务舞弊。第二个呢，要认识舞弊的理论、舞弊的类型，以及第三点，要了解如何由财务资讯透视企业的风险，以及第四点，会计师的查核意见报告书。我们知道说，财务报表舞弊，它的一个定义，还有舞弊发生的成因、舞弊的种类跟舞弊发生常见的手法。那么在这个讲次当中呢，我们也为同学介绍常见舞弊的个案。那么希望借由一系列舞弊的介绍，让大家在阅读财务报表的时候能够提高警觉，那么提高专业的怀疑态度。那么从会计师的查核意见当中，可以初步去判断说，经过会计师查核之后，他对财务报表有什么意见的表达，那么可以说是判断风险的第一道关卡。那么在今天的讲次当中，一样的，我们为同学邀请到了谭慧馨谭老师加入讲授的行列，我们欢迎谭老师。好，陈主任好，各位同学好，很高兴又来到我们财务报表分析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同学介绍，也就是从过去的这些企业弊案，到底他用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手法，那我们来为同学做介绍。那么另外我们也要来谈的就是，那我们大概可以透过哪一些的讯息，可以事先先看出一些端倪，那么好避免再去误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陷阱，让我们的投资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受到伤害。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是先把时间交给陈主任，由陈主任先来为我们做说明。好的，谢谢谭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我们为同学介绍了很多财务报表的分析的方法跟工具。那么同学在解读财务报表的时候呢，是不是要增加了一些敏感度呢？因为从中外的一些弊案发生，那么这些弊案发生的时候，事后我们去做一些分析追踪，都会发生，其实都有一些端倪存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敏感度，我们今天就要介绍给同学，在阅读财务报表的时候，这些弊案大概有哪一些征兆，或是有哪一些的这个预警呢？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告诉同学什么是舞弊。那么舞弊呢，它是以故意的方法，那么透过财务报表的一个行为，使财务报表表达不真实，造成报表使用者获得的资讯不正确而有所缺失。例如呢，伪造、篡改记录或是文件，那么掩饰记录或是文件上的一些重要资讯，或是呢虚列或是漏列交易的事项，那么或是呢故意误用会计原则，或是挪用资产。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舞弊这个词，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它是故意的方式去做财务报道的一个不实的一个报道的情形。那么舞弊的一个危害，舞弊对于投资人、债权人，甚至我们说全球金融机构的一个这个影响，层级是非常非常的广泛，金额也非常的严重。那我们根据美国舞弊机师协会的一个报道啊，就是在2004年，针对508个受舞弊影响个案来进行调查。那么调查的显示，个案总损失的金额高达了7.61亿美元。那么不分国界，不论企业的类别或是组织规模的大小，都受到舞弊的一个波及。那么高阶管理人员或是企业的负责人所造成的舞弊损失金额，是一般主管舞弊金额的6倍，那么更是一般职员的14倍。那么也可以说全职这个层级越高，舞弊的这个金额就会越大，
因为权限越大的话呢，它所影响的这个影响力是越高的，因此我们要审慎的来看待舞弊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好，那么到底什么是财务舞弊？那么财务舞弊呢，它的这个手法层出不穷，那么也手法呢也频频的翻新。例如呢，国内最常见的就是掏空资产、虚增资产或是虚列营收、伪造记录、故意漏列交易、共谋的舞弊，那么从事复杂的一个财务金融创新的一个交易，那么利用法律形式的一个合约呢，来掩盖经济实质的一个真相等等。那么这些透过文件流、金流、物流而引发财务报表舞弊的方式，也越来的越严密跟细腻。好，那么知道了这个舞弊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做法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舞弊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根据呢美国的审计准则委员会第99号的一个定义啊，那我们知道说舞弊发生的三大成因，也就是三大要件，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诱因跟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机会，第三是态度跟行为的合理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为同学介绍舞弊发生的这三个重大的成因。那么这三个成因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点类似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说这个三个成因的发生缺一不可啊。如果有一个方向不能够达成的话，那么这个舞弊就不能够成事啊。那么所第一个呢就是诱因跟压力，那么这个因素呢可能是来自于个人的家庭环境或是个人的经济状况的因素，那么有可能因为个人家庭因素面临的困境，或是个人因为投资失利而导致这个资金短缺或是所谓的财务发生困境，那么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就是诱因或是压力。那么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机会，那么这个因素呢主要是来自企业内部控制的缺失，那么有可能是内控它在设计的时候本来就设计不良，或是呢企业的人手不足，没有办法做到职权划分、职能分工，导致呢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那么从过去的一些弊案发生的一个事后分析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内控的缺失其实是造成舞弊很大的一个主因。那么第三个成因呢就是态度合理化，那么这个因素呢是来自于人格的特质，那么会从事舞弊的个人常常会将不合法的一个行为来予以合理化，例如他可能会认为说是公司亏待他的，所以他才会从事窃取公司资产的行为，那么他觉得他拿到的可能是他应得的那么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舞弊或是窃取公司资产的一种行为。那么以上呢是我们说舞弊发生的三个成因。那么接下来同学也应该要了解说，那舞弊到底它的种类有几种呢？基本上我们说舞弊它是一种蓄意故意的行为，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大致的划分舞弊会有两大类，一个呢就叫做管理舞弊，那么一个呢就叫做员工舞弊。那么关于管理舞弊呢大致就是说它是指虚伪不实的财务报道，那么是以故意或是不正当的方法来欺骗或是财务报道的一个使用者，那么蓄意的删除或是揭露某一个项目或多个项目的金额的一种误数行为。那么管理舞弊呢它其实又叫做财务报道不实，那么同学不要误以为说管理舞弊呢它是高阶管理阶层的舞弊啊。好，那么员工舞弊呢其实它是指说员工他侵占公司的资产，那么利用窃取或是偷窃企业资产，那么可能是这个资产可能不具重大性的科目，或是刚开始的时候金额不大，但是呢却是重要而且是值得关切的事情。那么所称的员工呢有可能是高阶的管理阶层，也可能是中级干部或是第一线的员工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舞弊的两大类，一个叫做管理舞弊，一个叫做员工舞弊。那么管理舞弊呢它是财务报道不实，那么也就是国内著名的这个博达案，或是我们所称的力霸案，以及国外的恩龙案等，这些重大的弊案都是属于管理舞弊的类型。那么至于员工舞弊呢，其实就是员工窃取公司的资产啊。那么国内最著名员工窃取公司资产的案例，就是李律法律事务所刘伟杰的个案。
那么刘伟杰他窃取里律35亿的资金，资金仍然潜逃海外，还没有找到这个人哈。因此我们说这是舞弊的一个分类。好，那么接下来了解了舞弊的种类之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舞弊的手法。那么舞弊的手法呢，基本上如果是针对一个上市柜公司来说，它有这个维持公司的股价，然后呢有取信于投资人的一个压力，因此呢它所操作舞弊的手法大部分都会高估资产，低估负债，高估收入，低估成本跟费用，那么让公司的资产看起来是比较强大的，然后让它的负债是比较少的。在损益表的部分呢，希望公司是赚钱的，那么盈余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投资人才会觉得说我要投资这样的公司才是具有前景的。好，那么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舞弊的行为跟他的目的，为什么要从事舞弊的行为，他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呢？那么舞弊的行为跟目的，大致为同学整理了以下几点。第一个呢，也就是提供不实的财务资讯，那么包括不当的收入认列、虚增资产或是低估负债，来达成盈余操纵的一个目的。那么公司呢，故意错估未实现的收益等等，那么导致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表的夸大不实。那么第二个呢，是滥用或侵占企业的资产，那么譬如说盗用公款、行资舞弊、偷窃等等的内外部的一个不法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当的支出或是举债，对于管理者或是其他重要的政治人物进行贿赂，或是给予不适当的一个款待，以争取到特殊的待遇跟利益。那么另外呢，第四点就是不当的取得资产或是收入那么企业呢，是以有损及员工跟其他第三者的利益的行为来取得资产或是收入。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不当的规避成本跟费用。例如呢，企业它可能会利用不当的手法来规避费用，譬如逃漏税。那么这个手法呢，可能就会跟刚刚的上市柜公司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它如果是非上市柜公司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节税。那么节税的话，就是在低估收入、高估成本跟费用。那么所以呢，同学要了解这个从事舞弊者的一个动机，才能够正确的去分析这个财务报表它的一个内涵。那么第六项呢，舞弊的行为跟目的呢，也就是说高阶主管或是董事会成员他不当的操纵财务，那么高阶主管或是董事会成员他会利用他职务来进行不当的操纵财务。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大致为同学整理的舞弊的行为跟他的目的因为目的不同，所从事操作的手法也会有所不同。好，那么再来呢，我为同学再整理一下，就是舞弊它发生的噪音有什么样的征兆那么要提醒同学来注意那么可能这个管理阶层它有不切实际的、过于激进的盈利目标，那么以及基于这些盈利目标的管理当局的绩效奖金都是因为这个过于激进的目标来达成的。那么所以如果说管理阶层在定营业目标的时候，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要符合自己本身的状况能够达成的，而不是一味的以过高的一个绩效然后让同仁来达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管理当局过分感兴趣或是透过运用非常激进的这个手段呢来维持公司的股价或是它的一个盈利的趋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可能会有所谓的舞弊的一个手法来达成。那么再来的话，就是管理当局给公司经营人员设定过于激进的一个财务目标和期望，或是说呢，虽然实现盈利以及盈利的增长，但是公司的经营当中呢，却不能够创造充足的现金流量那么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报表可能是赚钱的，但是公司的营运资金却是吃紧的。那么这样的就要有提高警觉，来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财务报表是不是确实的一个数字那么再来的话呢，就是资产、负债、收益跟费损的确认，涉及非常主观的一些专业判断那么例如说金融工具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在可能都会有这个舞弊的一个机会。
那么再来就是重大的关系人交易啊。那么重大的关系人交易通常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透过关系人可能会达到所谓利益输送或是掏空公司资产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在看到重大关系人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分析。那么以上是针对五弊的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如何由财务资讯来透视企业的风险呢？我们就请谭老师来为同学介绍。谭老师，好的，谢谢陈主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同学说明如何由财务资讯来透视企业的风险。那我们都了解，企业基本上它必须要定期的对外提供相关的财务资讯。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讲的财务报告。那么财务报告里面所包括的内容呢，我们有资产负债表、综合损益表、那么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附注以及附表，那么当然还有包括重要会计项目的一些明细表以及其他的揭露的事项，那么也就是有助于我们使用人决策的一些揭露以及相关说明的一些文件。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在我们的财务报告里面，这四个主要的报表基本上它就是把企业的交易加以记录汇整以后的一个数字的讯息，所以对于很多的一些事项，如果没有办法用数字来入账的话，那么大概就没有办法在财务报表中表达出来。而我们的附注呢，正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它可以对财务报表当中的项目去做一些叙述性的说明，还有一些明细内容的补充。我们讲例如像关系人的交易的揭露，那么我们透过关系交易人的揭露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我们公司跟我们相关关系人公司之间一些交易以及往来的状况，那么同时也包括跟我们母子公司之间的一些交易跟往来的状况，那么也就是看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合理常态的状况。因为在我们前面财务舞弊的地方有介绍过，事实上企业它常常会利用交易的对象来去做营收跟获利的一个虚增，例如透过跟企业自己所成立的子上公司或者是关系人交易，那么来达到这个报表美化的一个作用。那么但是当然除了交易的对象以外，它可能也可以透过一个就是交易的过程，也就是用一种过水的交易或是假交易，那么来造成财务报表的美化。那么这个我们也可能从附注里面的重大其后事项里面来看，例如说我们有出现一些金额重大的销货退回跟折扣，那么有可能公司就是在报表要编制的时候制造了一个假的交易，那么事后再用销货退回的方式来加以处理。那么除此而外呢，我们讲我们还有例如说从附注里面的我们讲重大的承诺以及或有的事项，那么这个的话呢，它一样可能在报表暂时没有办法用数字来做传达，那么我们讲例如像一些不确定的一些诉讼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重大的交易合约，那么有一些可能报表暂时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呢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讲我们可以例如说利用从鸿海跟 SHOP 的投资案来看，那我们讲 SHOP 事实上它的董事会本来在2016年2月25号的时候，那么原定就在董事会要来接受鸿海的一个投资的方案，但是在前一天2月24号，鸿海收到了 SHOP 所递交的一份新的文件，那么也就是一个财务风险的评估报告，这里面大概或有负债列了100项，金额大概来到了3500亿的日元。那么这个时候鸿海他就暂缓投资协议的进行，那么他先做的是要把这个新的一份文件的报告内容他要先来做理清，所以这个时候鸿海不管是财务顾问、法律顾问还有公司的重要干部，那么都齐集到日本大阪SHOP的总部去做实地的查核，那么要逐一的来理清这个文件里面它的一些详细的状况，那么经过密集的一个沟通，那么了解以后，当然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在2016年4月2号同样在日本大阪那么举行了签约的仪式以及全球的记者招待会。那么我们讲虽然这个合约的签议是暂缓了一个月，那么但是鸿海也在这个机会里面它节省了1000亿日元的一个资金的投资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财务资讯事实上在我们整个一个企业的了解分析里面它所扮演的一个效益。
那么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企业它自己本身就能够事先先做好一个舞弊的一个防治的计划，那么也就是我们希望企业自己能够去避免掉有舞弊在企业内部的一个出现。那么基本上我们的企业大概可以怎么样来去建制它的一个防弊的计划呢？那我们说第一个，首先它可以就公司它现有的状况列出可能存在的一些舞弊的风险，那么同时针对这些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还有它这个潜在舞弊的一个重大性跟影响，那么来给予一个适当的定义，那么好进行舞弊风险评估的一个辨识。那么在第二个的话，也就是在进行舞弊的调查跟矫正的时候，它一定要加强一个防弊的措施。那么在第三个，也就是它一定要具备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防弊的一个计划。那么同时我们的执行长或是我们的高阶人员，不管是在会议中或是在跟客户或是我们的供应商的交易过程当中，都要不断地去强调我们的一个正直以及我们的道德。那么第四个，我们讲最重要，也就是我们必须要随时去因应环境的一个变迁，那么好及时的来调整我们的一个舞弊的一个控制点。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是有关财务资讯跟我们一个防弊计划的一个介绍。那么但是也诚如陈主任所提，事实上我们的财务资讯事实上会经过会计师的一个查核，针对他查核的过程，那么他可能会提供一些不同意见的一个查核意见报告书，那么这个报告书他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事前的什么样子的警示的一个作用呢？好，一样这个部分我们就请陈主任来为我们继续做说明。好的，谢谢谭老师。好，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会计师的查核意见报告书是帮助我们就是风险把关的第一道关卡。那么同学在了解了财务报表之后，是不是能够有能力来看得懂会计师在查核过程当中所要表达的意见呢？以及会计师在查核意见报告中所要陈述的一些重要的讯息。因此呢，我们今天就很简洁的来为同学介绍如何来阅读会计师的查核意见报告书。好，那么我们从会计师的这个查核意见当中呢，可以初步的来判断说，经过会计师查核之后，他可以对财务报表到底有什么样意见的表达。那么可以说是判断风险的第一道关卡。那么如果会计师他已经出具了无保留意见之外的查核报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提高警觉，那么表示呢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已经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个风险了。那么我们今年从105年就是106年查核105年的查核意见报告书开始，我国的查核意见报告书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变革。那这个变革呢是依据国际的一个趋势来改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查核意见报告书修订的一个过程，我就为同学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么我们说从这个金融危机以来，投资人跟利害关系人，包括分析师啊，还有呢债权人、监管机关啊，开始要求会计师查核报告呢能够提供包含更多的资讯，更加的个别化，并且呢内容能够更加的深入，不再千篇一律用制式的方式啊。那么在利害关系人的需求跟期待之下啊，会计师查核报告正历经了数十年来重大的一个改变。那么英国的这个财务报告理事会就是 FRC 在2013年率先发布新的会计师的查核报告准则，那么国际审计准则委员会呢也就是 ISB 也在2015年会同美国的 PCAOB 也预计在2015年中发布新的会计师的查核报告准则。那么以对会计师查核报告的格式跟要素做一个重大的改变，做出回应。那么在这个重大的改变呢，可以使会计师查核报告的这个预期使用者更加的了解会计师在查核过程当中所判断的关键查核事项，并促进呢管理阶层、审计委员会跟会计师之间适当的沟通跟对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是有助于提升审计资讯透明跟价值的。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这个查核意见报告书，新式意见报告书它生效的一个日期啊。那么国际审计准则委员会它修订的一个日期是预计是从2016年的12月15日开始适用啊。那么PCAOB 呢它也是预计就是说在
2015年啊，2015年之后呢，开始来适用这个新式的会计准则啊。那么再来的话呢，就是说我国审计准则委员会哈、啊，就是我国的审计准则公报57号，也是预计从107年的7月来开始生效。那么公司呢，当然可以提前来适用啊这个公报。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新贵公司跟未上市贵公司的话呢，这个公开发行公司应该从106年度的财务报告开始适用57号公报。那么另外未上市的这个未上市贵的公开发行公司呢，得在这个不在查核报告当中去提及关键查核事项，但是呢，如果该等公司呢自愿的在报告中去揭露关键查事项的话呢，也是可以选择来揭露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说新式57号公报它适用的一个时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在查核意见报告书当中，管理阶层的责任以及会计师的责任，因为有很多不熟悉会计师查核业务的一些个人或是一些使用者，都会认为说公司的财务报表是不是会计师编的。那其实是不然的。好，那我们就来区分一下管理阶层的责任以及会计师的责任。那么我们知道财务报表编制呢，它是公司管理阶层的责任。好，那么管理阶层呢，它是依据我们所谓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来编制财务报表，而会计师啊，它是根据一般公认的审计准则啊，来这个对客户的财务报表来表示意见。那么评估呢，这个客户的财务报表是否依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来编制？那么到底客户的财务报表是不是允当表达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跟现金流量？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那既然了解了彼此的一个责任之外，那我们来看一下查核意见报告书的种类到底有几种。那么当然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无保留意见的意见报告书。那么无保留意见的意见报告书呢，指的是说当会计师做成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依照适用的财务报表架构来编制的结论的时候，那么会计师就可以对客户的财务报表做出无保留意见的查核报告。那么另外呢，我们57号公报里面也提到了，就是除了无保留意见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三种，就是所谓的修正式意见。那么修正式意见呢，它包含了有三种，也就是保留意见、否定意见以及无法表示意见的查核报告。那么所谓的这个修正式意见呢，它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也就是它所取得的证据为基础，做成财务报表整体有重大不实的一个结论。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无法取得足够跟适切的查核证据来做成财务报表未存有重大不实表达的结论。那么我们可以依据这两点来加以发挥成说，如果今天会计师的查意见报告书是因为查核范围受到限制，或是客户的财务报表是偏离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那么如果情节不是非常的重大，而且影响的层级不是非常广泛的话，那么这时候会计师还是可以出具保留意见的。那么如果今天客户的财务报表是偏离了既定的会计原则，那么而且情节极为重大，而且影响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出具保留意见仍然不足的时候，这时候会计师就会决定出具所谓的否定意见的意见报告书。那么如果是查核范围受到了限制，情节如果是重大，范围不是非常广泛的话，那么会计师就可以出具我们所谓的保留意见。那么情节如果是极为重大的话呢，就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意见报告书。那么以上是我们介绍三种意见报告书。那么最后要提醒同学，在阅读会计师查意见报告书的时候，不要有这个几点的迷失啊。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有无保留意见的迷失，也就是以为无保留意见就是这个公司的营运状况是很好的，因为无保留意见象征的是客户的财务报表完全按照既定准则来编制，是允当表达的。那么当然同学还要特别注意的是，会计师今天如果出具的是无保留意见之外的三种类型意见报告书，就必须要特别的留意会计师所欲保留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是我们为同学介绍这个会计师查意见报告书的部分。今天的课程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